超大的鸡腿，马来经典炒饭，吃起来有着香香的咖喱叶味道。咖喱辣沙面，每天都是排长龙。听到排在我后面的人说这样排下去，隔壁的苏式 King 不必做生意啦。嗨，今天终于轮到我进来了，来品尝咖啡和他们的美食。还没进去之前，服务生会给你一本菜单，先让你看一看。店里有卖他们的周边产品，咖啡、凤梨酥、板面和卡亚，润喉的柠檬蜂蜜水，茶冰，白咖啡和咖啡，咖喱辣沙面，有着浓浓的咖喱香味。招牌海南鸡饭，咖喱鸡板面，先来试一下咖喱辣沙，味道是甜里带咸。必点的现做现卖的蛋挞，顺便打包板面回家，还在排长龙。